欢迎迪玛希。迪玛希还有很多的作品哈，像《时光沧海》《拿不走的记忆》《难忘的一天》，他也获得第24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亚洲人气歌手奖，第17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盛典最受关注的海外艺人奖，2017年 MTV 全球华语音乐盛典最佳海外人气歌手奖。在今晚的颁奖典礼上，他将会有精彩的演出，让我们共同期待。欢迎迪玛希，欢迎，欢迎。接下来踏上红毯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，让我们欢迎中国台湾演员张钧甯。张钧甯以扎实的作品《乐活的态度》